这次来玩这款游戏《远征骑士团》。哦，一开始一言不合就直接打起来了呢。这个胜利的音效也是很早期的。一只二。做的好小品的游戏哦。继续。升成二级了。啊，要战斗，心跳过好了，又打了两场，幸好我没有躺在床上，不然我应该睡着了。这战斗的节奏实在是太慢了，可以跳出去吗？继续打，他不知道会不会继续打、欸。哎、欸，一四六。啊，好烂哦！他没办法继续打，这样怎么叫放置型？你就一定要等他打完呐、啊，老大。赢得两场战斗胜利，还得哦，先跳过好了。好啦。看一下其他的，免费，免费要看广告了。哦，好像感觉拿到不少好东西啊、哦！把老头换掉，嗯。啊，这样子好了，再升级。好、啊，放置收益。要、啊、打到一只死啊！借由卡牌碎片变强了，然后来推关了、啊。战斗倍速应该再快一点了。好啦，二之一满意了吗？有多了一位，好，全部都紫色了，升级。嗯，严格来讲，游戏本质还算是不错啦，但是感觉就是少了些什么，然后就是不断推关了，没有什么剧情了。直接推关了，然后就看广告。好了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好了，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了。大家拜拜。